送走咗林奕匡同廖文强之后，送走埋阿心，得翻我 Cobra 喺度。不过我揾嚟身边有个人陪我，佢系邓志伟。好好过每一天一天，普通的一天一天，就让我逼逼身体一直向前，练习到简单一点，落空懂得饰演，便自会开开心心花掉数年。Hello， 你好。Hello， 你好。你好，你好，你好。开新公司了，恭喜你先。多谢晒。开唔开心咧？呢样嘢系咪一直都系你想做嘅嘢咧？其实就真系系嘅，不过当然中间都转变咗好多。咁但系因为真系都筹备咗一段好耐好耐嘅时间，咁就好似即系好多人都觉得，好多朋友都可能会问：哇，你咪匿埋咗？系啊，系啦，转行或者。甚至乎我问你 management 一开始就话：咦，旧年即系2014年，好似年年你嘅歌真系都至少二三十首，旧年都系十松啲首，好似听有啲仲系可能系做定嘅。系啦，即系都唔即系唔见你有公开场合出现，咁究竟搞紧啲咩？咁其实就系因为之前旧公司已经做咗好十二年啦，系啊，好长嘅时间啦。咁啊，真系觉得即系我真系一个好唔中意重复嘅人嚟嘅。我觉得开始已经自己开始重复紧自己，即系唔系净系讲创作，系成个人生都重复紧自己。咁我所以嗰阵时又咁，我有一个好好嘅。而家系生意上啦，或者 creative 上嘅 partner 叫庄东恩，系啦，系啦，咁啊两个，即系佢又一个好有 vision 嘅人嚟，系，咁同埋佢系即系受外国文化影响得好紧要，咁啊好多时我哋就变咗好多嘢系好啱倾，咁喺呢个时候就觉得喂出咗嚟啦，咁不如真系其实出咗嚟先谂噶吓，我出咗嚟啦，咁不如就搞一个属于自己嘅品牌公司啦，咁样，咁啊都用咗成年嘅时间，中间有好多波折嘅，其实多到咩波折呢？其实喺边度上面咧，即系可能系合作上面揾边个人啦，定系原来财力上面咧？呢个世界咧就一个好大件事，就是、个财力方面啦，呢个系一个好大嘅挑战啦，咁样，咁啊好彩好多人都好锡我哋，系啊，咁啊好多人都好叫做对我哋好有希望，或者即系好有即系觉得对于我哋嘅抱负，或者对于我哋想做嘅嘢咧，其实系好支持咁样。咁我好彩咁就即系经过一年嘅时间，咁我哋终于即系可以正式咁样去 launch 呢件事咁样咯。嗱，我喺讲继续讲公司之前咧，有样嘢我都想同你讲下。我正式去认识你嘅第一首歌咧，应该系当年你同林峰合作咧，即系《天涯合二》嘅主题曲。哦，多谢多谢。系啦，咁嗰首歌嘅时候听到啊，几特别。即系首歌嗰时，好多时嘅主题曲都系揾出边嘅歌手唱，而嗰首咦系林峰自己唱翻。咁我开始睇啊，作曲就叫做邓志伟啦。咁之后咧，即系我谂喺我嗰阵时咧买好多林峰嘅演唱会嘅 DVD 嘅。哦，系咩？系啊，即系我估我而家同人讲，大家都唔信。咁啦，我记得嗰阵时你又出嚟有弹下琴啊咁啦。咁但系真正好叫做认识你多啲嘅时候咧，嗰阵时我睇 Big Boys Club 嘅，系有个访问。咁我好记得嗰阵时咧系有分两集嘅，我冇睇到第一集。咁边一个叫我睇咧？系我阿妈叫我睇嘅，就话啊，估唔到呢一个僆仔咧。即系同林峰作歌嗰个咧，背后有咁多嘢，咁我就再睇翻第一集，先知道咧，原来你系即系做音乐之前，你即系学生嘅时候，喺超级市场搬货，如果冇记错，哇！呢一个系完全估唔到，即系我一由始至终都系觉得啊，音乐人即系由可能十几岁开始都系出去教下琴啊，即系做好多唔同嘅嘢。咁我觉得你个人系应该好有毅力嘅一个人嚟嘅。我系真系一个好 tough 嘅人嚟，其实系啊，我系。即系我好相信坚持到最后就系胜利啦。即系呢个系我一直都系所我做每一件事我都系咁样。其实咁你头先所讲即系 Big Boys Club 嗰个访问系我 one of 有一个我最中意嘅访问嚟嘅，因为嗰个系一个好真好真嘅好真好真好真，因为嗰个系听到邓志伟喺音乐以外嘅嘢，咁我觉得即系喺音乐以外嘅。认识你多咗，咁更加就会觉得啊，你嘅音乐即系可以用一个 terms 啦，音乐人好中意用，更加有灵魂嘅感觉喺里边。咁我当其实系之后先再深入去再了解你嘅。因为嗰阵时嗱，我就喺一个大台入边啦，咁喺个大台入边咧，就好多人即系嗰个点讲咧，即系。其实有好多好负面嘅评价嘅，例如啊，佢系咪即系佢一个僆仔咁样，会唔会系靠关系啊？或者即系啊，乐小姐爱将啊呢啲咁嘅字眼，成日都会喺呢啲字眼度。
但系我喺无数咁多次嘅访问，开始人哋即系如果譬如你咁有听过，你知道我其实我完全屋企唔系一个大富大贵嘅屋企啊，系一个小即系好细嘅屋企，其实即系一般啦，一般嘅家庭，一个屋村仔出身，真系一个屋村仔出身，咁去做到今日咁样，咁而我初头系完全唔认识骆小姐嘅，我每一次嘅访问我都讲，其实骆小姐系闹到我。飞起嘅，闹到我飞起嘅咁样，即系直情系唔中意我嘅。啊，初头系直情系觉得点解要呢个人做啲咩嚟嘅？系啊，因为我好记得嗰阵时讲咧，你就喺个访问度讲咗，你啱啱入即系入去个电视台嘅时候啦，咁就系你遇到嗰班人就会觉得啊，点解佢哋全部都系做嗰啲嘢嘅咧？系啊，即系点解唔可以变下做下自己嘢嘅咧？咁呢一个亦都系，譬如我入到嚟而家公司我。都会喺度谂嘅一样嘢啊，点解大家要循规蹈矩做咧？咁我讲咧就好容易，你要去真系做嗰下咧，我觉得系难嘅，系难嘅其实。因为我真系好想问下你，即系亲自问下你点样即系滴起嗰一样嘢出嚟做咧？我谂无论系嗰阵时，即系你去入到间公司啦，或者系离开咗公司，即系离开以前公司去创立新公司，你都系有一个原因喺度嘅，都系保持住呢一种心态嘅。其实一直都系，就系唔想重复咯，唔想重复系啦，因为觉得而家佢哋重复紧，其实有好多人都中意喺自己好个 safe area， 即系佢自己好安全啊，好舒服啊，安全。我有一日喺度问自己啊，如果我已经做咗12年。我做好多嘅剧集，其实佢已经重复咯，有第一集、第二集、第三集，甚至乎系咪啊？即系不断咁样，我整咗三只歌，我整咗10只歌，咁又点咧？再整咗200只歌，再300只歌，咁又会如何呢？咁开始问自己，如果我再系咁样重复落去嘅话，或者即咁首先就对自己唔住啦，系咪先？咁啊，同埋我真系唔系一个咁嘅人嚟嘅。咁我唔通到我50-60岁，我又继续坐喺度做一个《溏心风暴》第十集，系啦，好安稳咁样嘅生活。我嗰啲嘢对于我嚟讲已经冇咗一个好大嘅挑战性，真系好大嘅挑，冇咗一个好大挑战性。OK， 咁到呢个时候，我觉得，喂，我细个嗰阵时，香港嘅娱乐圈咧，其实系即系。头三名嘅系啊，系嘛，即系日本可能最犀利啦，跟住就头三名都有香港份。你喺香港侧边，台湾同国内嘅市场全部都系睇香港嘅歌手，冇错。即系你去到其他，即系好奇怪嘅现象就系，我谂你以前睇翻10多年前嘅台湾嘅一啲访问，你见到香港嘅明星过去，佢哋系当神咁拜嘅。咁但系调翻转，而家系台湾嘅歌手嚟到香港，香港人就当佢系神咁拜，咁就更加而家就有韩国啦，全部成个世界睇住韩国。嗰阵时韩国完全系未起步。未啊，完全冇啊！到今时今日，我喺好多个即系 talk 啊，或者系大学嘅讲座上面，我都有讲过。喂，见到而家其实点解会咁样嘅咧？香港而家排第几咧？我唔敢讲，我唔敢数嘅，直情系分分钟马来西亚就嚟泰国啊！嗰样嘢，无论电视剧啊、音乐啊，所有嘢都爬我哋头。咁我哋系咪眼见一个咁嘅情况，继续喺度重复自己，喺度觉得自己系一个好安全嘅状态，去不断咁重复一啲做一啲冇意义嘅事咧？咁样咁，于是我先把心一横，唔得，一定要出嚟去。我唔知道我可以做到有几远，就做到有几多。但我觉得 at least 喺呢个 moment， 我趁我自己仲可以，仲后生，即系我都唔算后生啦。OK， 即系趁我自己仲有魄力，仲有魄力，我好希望可以做一啲系破格啲嘅事，就等于我12年之前入去。一个大台度去将佢嘅音乐改革一样，我觉得呢个改变好紧要嘅，因为甚至乎我谂你话即系嗰个重复嗰样嘢咧，我谂对上嗰6-7年，我谂唔止6-7年，10年啦。香港无论音乐人出边嘅人都重复一句就话香港乐坛已死，人哋就话香港即系音乐人就话香港乐坛未死嘅，即系大家都要去救。咁我坦白讲，我谂见到好多唔同即系公司可能佢真系想救啦，即系有啲唔同嘅新歌手出现。但系当一个歌手变咗系一个成功嘅模式之后咧。又开始学你话斋，不断咁复制啦，喺度复制，不断重复嗰样嘢出嚟，咁你就会见到啊，一年有新嘢嘅3-4年咧，继续都系嗰一范嘢喺度。咁我谂，我相信我自己唔想见到咁，你更加唔想见到咁，好心痛啦，直情系。系啊，因为全部一样嘅时候，系啊，全部一样，同埋其实。有開始即係香港經濟條件啦，就會令到好多事咧就會有惡性循環啦。即係隨住 internet 一路喺度即係攀升啦，甚至乎而家係 dominate 咗成個世界啦。咁嘅時候，即係唱片業啊已經係式微得好緊要啦。咁好多投資做音樂嘅人或者做藝術嘅人咧，其實佢哋唔肯去投資。咁佢唔肯投資嘅時候，啲 quality 就越嚟越差。咁一啲人就喺度即係壟斷住件事，咁樣就不斷將嗰件事重複又重複，就將嗰件事不斷咁樣搞到越嚟越差咁。咁而家就係我見到嘅現象。嗱喺呢個時候咧，我哋唞一唞先，跟住翻到嚟咧，繼續同你繼續傾多啲，好唔好？好啊。